没有要，没有要穿浴巾啊。对，我想要全裸。不是什么全裸，我是额头。好怕。聊天室，不要闹，好棒。现在已经到达这个乌来了，从新北出发，对，一个小时左右。嗯，刚刚我们就在走的时候，我们就在聊饭店。毕竟我之前的工作，或是我出去都习惯住那种有星星的饭店。嗯，我跟你说，你来乌来的话，虽然饭店没有星星，但你晚上往天上看，说不定帮他摘一颗。然后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说会不会住的地方，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很在意住的地方，很讲求地方。我蛮讲究，因为我很少出去玩。那我如果就是偶尔出去一次，就会想说要住舒服一点。我也是，然后刚刚一经过，看到那个小小的招牌，我说完了，是不是人不可貌相？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来去看我们的饭店到底长这样。Go。Hello, 这是我们的老板吗？你好。请问今天是在模仿酷炫吗？那老板是宅day的乌来人，我想瀑布人吗？乌来人吗？不是，我是板桥人。其实板桥也算是离乌来蛮近。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做民宿呢？而且在乌来的？因为个人喜欢泡汤，然后喜欢好山好水。喜欢泡汤吗？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厅。哎，阿嬷。你在家哦，你妈来哦，你妈来哦，阿妈没有，阿妈阿妈，你妈来了，我的阿妈。我们都是过来泡汤，你也是喜欢泡汤的朋友。对，阿妈有看过这一类型的饭店吗？哦，花这边哈，特别水一点，特别漂亮啊。哦，花都要很奢华呢。奢华，嗯，等一下带你去看他的房间，我们先稍微逛一下这边。到了一楼嘛，就是我们所谓的汤屋。这边汤屋听说每一间都是不一样的嘛。嗯，对，我们六间的汤屋的设计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些可能偏比较日式，有些是 Tiffany。Tiffany 有啊有啊，那间很热门。我们先看一下里面长怎样。第一间这个是白色系，对不对？对，有白色大理石。来，下棋看一下。老板，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分成两个池？就冷热池。哦、有人喜欢就像三温暖一样，就是有人泡热热的时候，敢再泡一下冷水。啊，这边就是泡完出来就可以自己这样洗澡，就是冲澡。哎、欸，为什么我要蹲在？透露你自己真实洗澡的样子。好啦，我觉得第一个房间就这样，我们赶快去看一下那个传说中的 Tiffany 房。哇！哇，这水啊，金哥华哦。阿妈，你讲 Tiffany 绿？不要讲。都水耶，跟我们第一间进去的风格差很多哎。嘿呀，哎，外口一过一丛树啊呢。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这一间阿妹来泡澡，无要大，是要偌济钱？这个一间的话，我们是给90分钟，平日是1200，到假日是1400。不限人数吗？两个大人，12岁以下小朋友两个也是免费。哦。所以我们真的很多那种家庭客，就是带小孩子来一起泡。那你 OK 吗 ？OK。做事业呀！对呀，我们要上去看门呀，看门的。你没走哎，好，老公。没有要，没有要穿浴巾啊！对，我想要全裸。不是什么全裸，我是额头，好不好？你刚刚不是说阿蔡全裸叫那个阿妈一起来泡？阿妈现在站在你后面。阿妈，你要跟阿蔡一座顶的泡温泉不？没关系呀、啊，因为伊是拢伫外国，拢没有穿衣服。屁啦、OK ，我有穿。不要紧 ，OK。
你干嘛？我们来用那个刀疗啊。你不是最近想要去算命吗？他是开运刀疗。感觉如何？就觉得很不错，一切都为了开运。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老板带我们来的一家餐厅，听说这边的料理就是原住民料理加上 fusion 创意原住民料理。哦，今天我们料理里面呢就有特别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吗？是什么？马靠。马靠是什么？马靠。那是马靠吧？原住民的山胡椒，我刚刚就觉得有一点疑问。那我们原住民朋友或者住在这边的居民们，如果要去买东西怎么办？然后刚刚老板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会有人开车，然后后面载着一些家用品啊、菜啊、菜啊、肉啊、肉啊上来卖给这边的人们，所以大家也不用很就是去补货这样子，比较方便，很有人情味，就很妙的一个文化，我觉得点。然后来这边玩，重点是老板还跟我们说，可以去学那个做陷阱，猎人学校，陷阱，去猎人学校，对，猎人学校。本来这一次我们要去拍的，但下雨了。下次去拍，好，我们再找多一点人前。他真的是每次都讲话很甜。你看刚才一路上也是工伤那个刀疗，你想到去完哪？去武功盖生，阿伯夹过来阿伯，即卖会转到阿伯来，你动落去吼，敢那较着迄个筋络。好啦，那现在阿妈就是这么夸奖他的话，等一下你就悠好一点吼。没错，我们把刀疗师傅请过来。民宿嘛。老板的毒，你不知道里面有酒，可是他就是换酒，也太严重。老板的毒太重，嗯，很快。你刚刚吃了什么？金沙豆腐。金沙就是唱那个，再靠近一点点。哦，你要自己拿啦，球球哎，要什么？这样，拖拖拖。来来，我用我的拖啦。哦，你安尼对吧？最长那只。啊，这个是阿妈抽的，是阿妈抽的。什么？哇，第28。凶凶哎，苦命者免费，再抽一次。心里很着急。42天，看啦，可以。有观世音菩萨指力引导，观世音菩萨的英文叫做观音。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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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我们那个山野菜哈，菜野，那你煮饭会放酒吗？对，我们在配料的时候用加一点小米酒再下去，因为我不能吃。哈，我们那个山野菜有时重比较重，加一点把那个菜。眼中病，你是不是眼中病？是，嗯。可是他不能喝酒，我不能喝酒，刚刚他。煮了一个东西有酒，我就变讲。啊，你看我们，你这里面坐这边坐，我们家很多的话影都被你。我必须要回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我们的民宿了哈。那其实呢，刚刚有一些问题想要问老板啦，因为之前我都会分享，譬如说空服员的小内幕啦。那想说民宿你会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客人吗？就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就是有些台湾的雕，例如说什么事情？对。一般来讲，我们的车位就是有这几位。那上次就遇到有客人，就是觉得他们没有停到里面的车位，就觉得很不开心。因为你比较晚来，那他们有大翻脸吗？
他们就说我要给你一颗星评价。我发现客人最常威胁老板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给你一星评价，让你生意做不下去，对不对？那么怎么样情况下还会给一星评价？之前寒流来的时候太冷，然后大家都来泡汤，就他们因为订不到汤屋，这样就生气，心里觉得寒冷，也是给一星评价，订不到汤屋。这个换个方向想，他就是特别想来你的汤屋，老板就很在意这个一星。但是我是不会不太在意，可是会小难过吧，就会觉得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其实我们大家我们员工每个人都很努力泡汤或者来住宿开开心心的，就给你一个一星评价就觉得说有点小难过，但是其实睡觉起来就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说虽然一星评价是可以给客人就是可能 Google 的时候可以搜寻，但我觉得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功能。它的且重点是我觉得你们要自己去过再去评价会比较好。那如果呢你们有任何想要问的或是想要跟我分享的，可以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啦。老板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说的吗？推广一下，就是现在乌来其实离台北是蛮近的一个泡汤的地方，其实乌来还蛮多活动，其实有些溯溪甚至有猎人学校可以去，老外超喜欢这个，一定晚上看飞鼠，然后也可以去做陷阱，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就是不只说只有泡汤之外，大家可以安排个两天一夜。那我们也蛮可惜的，因为我们刚好天下雨，所以我没办法看飞鼠。 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好不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重点是，拜托拜托，要冲了300,000订阅了，大家赶快跟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讲起来！大家拜拜拜拜！你要说再次，你要说订阅、分享、小铃铛，他说要300,000哦。好，订阅300,000，赞哦！赞哦！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男生的心情？我都录到，他看到耶，你看他现在就胖上。